活了一辈子才知道夹缝中的东西放太远该怎么样才能拿得到碰得到，通常我们这个都是生活的小常识，但是常常哦会不明白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比如说今天我这一千块钱掉在一个夹缝，比如说是沙发底下，沙发里面，常会这样办，没有啦，应该说你的私房钱藏在里面，也 OK， 我很痛苦，够不到啦，也 OK， 啊，趁老婆不在，偷拿，赶快抽一点出来，那可能身上没有尺啊，或者是那个扫把勾衣架要勾不好勾，有个方式，有个方式可以解释，对对对，比如说哈，好，现在我的手哈。一拿现在拿不到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是我临界点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，极限。你再深都深不到，你再一点点就拿到了。好，这样就拿到嘛，对不对？极限，那我们把极限再多这么一点点。再伸出一点。现在伸手就已经够不到，够不到，是真的，完全够不到，够不到。那想要够得到怎么？用个什么方式呢？哎，来哦，顶住。这个时候哈，你就把你的嘴巴打开，舌头要伸出来。哎呦，什么？舌头伸出来。等一下啊，你该不会是用舌头去勾回来？是姥姥，是姥姥，旅行青蛙呱呱嘞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勾不了那么多，是蚊子，来来来，一二三，毒哎，对，哎，你是抓错而已，放下放下错了，再一次，什么画面？你有看看阿姨开吗？也捞不到是这边，来来来，想过，你这样从你老婆开门看到，你的鼻酸呐，这是可以的，再次 OK， 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对，支持过来，预备，来，再伸出来一点，这一次是你自己把它踢远。赵哥，你这头来的太近了啦！你刚刚把他推开了，你自己推自己推开了。你舌头来伸长一点啊！要不要帮你忙？好，这样这样 ，OK。你是地狱啊！我养好，好吧，这是够不到的一个范围喽。烟熏牛舌，而且前面还有两公分 ，OK 上哦，开始公分哦，两公分哦，算长。你试试看，对了，一二三。有用，这个有一个原理，原理哈。你们想过，其实不用吐舌头也拿得到，拿不到，真拿不到。你吐舌头是让你的这个的，你不吐来说，对呀。你先伸到极限，好，极限，好，国力极限，来一个，这个杆子不能动 ，OK， 露露要固定，完全定住哦。啊，多出来这一段，就是再往前伸就完全定住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，预备，来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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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，伸舌头。是有根据的啦，它是让你的肌肉放松，你的肌肉在伸舌头的时候，对，就会用到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我觉得女生来做比较那个啦。来来好来，你的极限在哪里？这里。OK OK OK， 啊那这样哈 ，OK 好就这样。好，预备开始。这个伸在来来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再多一点，再快一点，舌头快一点，舌头再多一点，好长啊，舌头再多一点，舌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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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舌头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，不敢这样，不能这样子啊，两个两个，舌头死都拿不动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预备，来。太极细了，不行了，太远了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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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